咱们去下一个地儿再说。收快递的这个地儿好棒。这台是我们的吗？对，还行，挺顺利的。然后咱们再拍最后一个就行了。而且我觉得内容也挺够的，不是没有收编，不用收，因为你想，咱们的收其实是给观众。嗯。待会儿咱们看那快递那地儿啊，比如说他们是静止的，啪那么一弄，啪后面那快递就开始动，所以咱们那个所谓的最好的是真的是最好的了。落点落在了就是说现场有没有你们的快递，他们一有的话，咱们就跟圣诞老人的身上发那快递盒。哦，现场的观众也是投票的观众。对。哦，就加大了。刚明白这事儿，我跟你说一天这事儿了。我为什么要跟他 ？I'm sorry, OK 要干这件事儿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你要什么。你最后给他们这种感觉，他们就觉得哇，这个视频跟我有关系，他们就更愿意跟你说。咱们现在就来到了收快递的这个地儿 ，OK。